来一场，压死我，压死我。你看你把他打败啊，怎么样？
在哪？哦，要挡他们了。挡他们！你今天带了三个女生来呀、啊，都很强的女生啊，你看。哦，那个金啊，那个黑的。你看我介绍你看，认识吗？我真认识。跟你介绍。朱家。二十女生的弟弟。他们都跟我打，他们说要练球。老公，我打死了！